哇，这么难啊！我的血量，我的血量被扣光光了，所以等一下第一个音符就不能 miss 啊 ，miss 就再见了。各位小山雀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。你喜欢独立游戏吗？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 Friday Night Funky Indie Cross， 也就是多款独立游戏结合而成的模组哦。那主画面就长得非常漂亮，非常优质的感觉。那有些人呢，可能也发现说，我的键帽怎么变成黑色的了？没错，我把旧的白色键帽拿去洗了。对，最近呢都会是这个黑色的键帽，希望大家还可以适应，然后觉得还不错。那让我们来玩玩看吧。主画面长得好帅哦，感觉就很有质感。那这边有三款独立游戏的角色啊，分别是 Bandy and Ink Machine， 然后 Undertale 跟 Cuphead 茶杯头。可以看到说都是零分，我都没有打过，我们先从茶杯头的开始打。哇哦！要做到这种画面不容易。哎呦，这个特效！都是两个键连续的，连续两个键，两个键，两个键的。这首歌没有到很简单哦。不知道它的那个滤镜啊，就是那个卡通动画播放的那种怀旧滤镜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你们应该有看到啊，就是它有一些白色的，像以前的卡通在播放的那种。哎呦，难度开始提高，是说血条的右边有一格很像能量格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等下有没有用。在 Boyfriend 现在脚底下有一个特别的格子，不定等一下要叫我按空白键还是干嘛的？有吗？好，没有，那个就是个装饰品。一直都觉得他的载入画面好帅哦。哦，这个是最终的审判。那个我是不是要按什么东西把它闪掉？等一下我按按看啊、哦。如果它那个惊叹号出来的时候，来看一下说是怎么回事，可以闪是不是？还是不能闪？就是要硬要扣我的血。等一下，有可以闪，可以闪。好像可以闪，可是我刚刚不知道我是按了什么闪的，好像是空白键。我五个都有按啦、啊，我除了上下除了空白键之外，我上下左右有按，可以闪就可以闪。有，空白键没有用，空白键没有用，就是四个一起按，四个一起按。
个做得很用心的这个模组。哎呦哎呦！最后的战斗有两种颜色。好 ，Sense 那时候，我那时候昂德跳的攻击是蓝色不能动，然后橘色要动，所以蓝色不能按。哎呦，难度啊！橘色不能 miss， 蓝色不能按到。哎呦！哎呦哎、欸欸，我是不是按到橘色？哎、欸，我是按到蓝色。哎呦，没有吧？我没有按到，我都没有按到。哦，我过了。再来 ，Bendy and the Ink Machine 这款游戏我没有玩过哈、哦。哇，这么难啊！我的血量，我的血量被扣光光了。所以等一下第一个音符就不能 miss 啊 ，miss 就再见了。那个黑色一看就是不能按的。还好，那背景还蛮黑的，我可以认颜色，还可以。哎，按到了，画面变更黑了。好，我要进入认真模式了。我接下来眼里只有颜色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每一发都不能 miss。好，有血量可以 miss 了。OK， 认真模式。这首歌很嗨啊！这是什么休息时间吗？那我休息一下哦，休息一下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哎，这什么 ？Jump Scare！ 哎呦！男的要来，哎呦哎呦，这个不是我 miss， 这个不是我 miss， 他就是会跳出来吓你。哦，结束了吗？很好听耶。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止这三首歌中最嗨的。又有休息时间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说你们没有发现唱这首歌的时候不会的笑容不见。哎呀，差点就黑到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过炉，接下来来带大家看一下三个不同魔王的死亡画面，他们三个的魔王的死亡画面都不一样。就可不可以直接死亡？我看看，按哪没有用。OK， 那就等他死吧。拜拜，升天了。来了来了，接下来我来试试看按一下那个蓝色的骨头，直接死掉，这样子死亡画面就是对的了，耶、yeah! ！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、啊。
再来第三首歌死亡画面，来吧。对，我不用按了。八五。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离开前，别忘了帮影片点个赞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要点下你的订阅以及小铃铛。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等一下的结束画面。我是摩利萨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